非常好玩的一些游戏，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科普列车。我们就是要去实事求是，也可以大胆假设，事实的对科学抱持的兴趣与热忱，真的会让我们生活变得更美好。其实我觉得科学就是有点像是一个魔法，我们没办法直接去知道它真理所在，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一步一步探索它，去善用它，然后让这个世界更便利。我觉得参加这个科普列车让我学到很多，没想到这么微小的东西可以做成这么神奇的实验。因为透过科学的力量呢，小朋友可以在生活当中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是一直在往前，对未来能够抱有更多的希望，然后也能够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。等一下，让我们用平板，很不错，但是我觉得实地演练更棒，就是比较好记忆。